中秋节是一个一家团圆的日子，但是在上海这座城市呢，有很多背井离乡的这个阿婆主，所以呢，我趁着这个日子呢，准备来摇一堆阿婆主，来做一个中秋赏月大会啊，能够让一些没什么事儿做的这些阿婆主出来一起聚一聚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B 站，我发了一个朋友圈，看在这个下午3点到5点这段时间，2个小时之内，能有多少阿婆主过来？好吧，我根本没有朋友。哎，怎么说？哎，到最后呢，来到这个 B 站呢，就我们三个人，就三个啊，三个大汉，完全没有美少女，我高估了那个，我也高估了。当我收到大爷的信息，你可以再叫点人，没有美少女，心态疯了，我就觉得糟了啊。但为什么中秋摇人这么难摇？太难受了，没有关系啊，所以我们可以三个人哎，来到这个 B 站的楼顶。来赏一下这个月，你看这个月亮多明媚啊！好了，也喝高了。对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 B 站啊，还是只有我们三个人啊，非常的悲惨，孤独。哎，为了庆祝这个孤独的中秋，对，我们决定一起来城相见，哎，一起来泡个澡，男人的浪漫。来看衣服。男士的是9号。好，我们要哪一款？789。789。对。哦，都是一个色，随便拿吧，就拿一个哪一个吧。寿司刺身，这种感觉可以全来一个。哇，别了吧，猪肉饭。啊。好。要配一个冬阴功米饭。哇，这上面是个蛋吗？我靠，是不是呀？半熟鸡蛋，太牛了。来来来来，你们差一点点就能看到倒影的，这个你们要一起泡澡的话就能看到倒影。我靠，你们已经失败了，失败了，失败了！失败了，你们可以把倒影压进去看一下。你是那个026的？对对对，我拿彩虹6号那个。哦，是的，我认成小字了。啊，随便写一写吧，啊，写了就挂这个树上，啊，写上挂树上，自挂东南枝，啊，你要写啥？找个女朋友，哎，他这个还不能写，等下，他这个笔都写不动了，完了，他这是天意不要让我找女朋友，写完了，没了呀，他这个笔都没心了，你看这笔芯。但这笔芯都是空的，完了呀，完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群疯狂玩耍的小朋友。哎，走吧，怎么说？给你个 vlog 挑战啊！你给我来啊！琢磨了半天是。你从这里跑过去，然后从这儿缩下来，然后开始狂摆，然后就好快乐，好快乐。你说啊，怎么说？加油，来呀、啊！来，这也太自闭了。邓老板来啊，来，走着快乐的跑过去，是为了道爷心了。啊！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啊！
你都是啊这么可以我的梦想呀，其实我梦想就是找一个我喜欢的人，他喜欢我的人，过过小日子，有赚足够多的钱，对，这就是梦想。对，之前有说过，我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去找一个喜欢我的人，当然也没有，我因为喜欢我的人不是这么随随便便能找得到的，对，不倒不是说有很多人喜欢我，对吧？就是当然大前提是我喜欢的，对，当然我喜欢的很多，这个想必大家也知道啊。哇，这个梦想，这个梦想有点牛。我喜欢一个人就真的很单纯，把一个人当朋友，我就想对他好。